天开数码媒体有限公司 TFI 于2010年成立，不断创新，力求完美，希望藉住科技将文化、内容同人连在一起。天开扎根香港，专注于视频科技嘅研发，每年将企业约一半嘅收入投放于科研上。公司成立初期已经得到香港科技园公司的初创企业拨款支持，近年我们积极与大学及科研机构合作，携手进行各项高端研究项目，更获得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创新科技署的拨款。天开为业界提供包括能够大量提升内容供应商视频发放效率的高速转码技术，为用户带来最高画质的三高超真实 4K 串流效果、高解像、高动态范围及超高画质更新率，以及一岸直播的广播级直播平台。天开的技术已经达到世界级，并为新世代带来崭新的媒体科技体验。天开的视频技术不单只惠及文化娱乐行业，更可以应用到各行各业。文化艺术对任何一个地方都极其重要，除了开拓眼界之外，天开更希望能够藉住视频技术帮助推动文化的成全，当中包括世界级文化盛事颁奖典礼、音乐演奏、慈善演出、流行音乐剧演出、学术研究、国际性论坛及电影宣传等。影视娱乐为大众带来轻松、兴奋、刺激的时刻，天开的视频技术除了为用户带来方便之外，亦都颠覆了固有传统，当中包括打破传统电视的网上视频平台，以及横跨东南亚地区的多个网上影视平台，为观众带来当地及荷里活的电影巨献。商业应用方面，天开的视频技术亦为各大企业和品牌提供视频解决方案，当中包括房地产代理、医疗服务、旅游业、宗教频道、各种商业直播活动，例如高峰会、论坛、演讲、各类竞赛、旅游观光盛事、产品发布会、周年大会或庆典及工作坊等。学术教育乃强国之本，视频学习是现今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天开对培育下一代不遗余力，当中包括网上跨屏教育平台、360度 VR 视频博物馆、网上直播学习及教育活动等。天开亦都积极参与公益活动，取之社会，用之社会。天开鼎力支持的慈善项目范畴包括使用大数据分析，为市民提供全港医院医疗资讯，提升长者于社区的生活质素；为基层勤奋学生提供海外游学机会的文教项目，全力支持创新及经典的文化艺术等。藉着世界级视频专利技术，天开过去获奖无数，奖项来自包括本地资讯科技及商业应用奖项，作为香港代表赢出的亚太区资讯科技奖项、世界级国际科技奖项等。印证天开以香港科技走向世界，未来天开将继续与世界级顶尖科技企业海外企业、国内企业、本地企业、本地创新科技公司、本地制作公司及本地媒体等合作，每一个品牌的名字都极具分量。天开希望透过科技将最优质的内容带到全世界，真正实现科技新体验，妙想创天开。